我问你有没有一点喜欢我？那不是代表喜欢吗？哇，这里好好看呐、啊，好舒服呀！怎么样？我选的地方怎么样？整个广州，我目前觉得就是这里最安静。感觉这里整个广州都是我的，是吧？对，正为你打下的江山。等你在广州打下一片江山的时候，记得给我留一个房间啊！那不止一个房间，我整个房子都给你。啥意思？你必须是女主人的身份吗？加油！你的悲伤，幸福着你的幸福。哎，刘刘，怎么啦？你等会儿再拍呗。这里好美啊，怎么啦？你先过来一下，过来一下。你怎么跑到里面去了呢？快来！有没有一个家的感觉？家，这人家小情侣浪漫的地方哇，这人家谈恋爱的地方哇。那我们就不能在这谈谈恋爱哦，真的是。我们啊，你不觉得现在我们两个距离有点远吗？远？那多远呢？现在这不是朋友之间的安全距离吗？那你是觉得刀哥长得不安全吗？来，坐过来。长得很安全，说什么呀？来嘛，来嘛，来，擦干净了，快点。这整哪一出啊？这今天是啊？过来，坐这。今天是整哪一出？没有，就聊聊心里话嘛。有啥的呢？都已经很久没有聊心里话了。来，什么心里话？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相处啊，你有没有内心有没有一丢丢的？喜欢我啊？喜欢我？就问这个啊啊啊！有没有？你怎么这么突然呢？这我觉得不突然呢、啊，就是我觉得我心里是装满了你，但是我想知道我在你心里到底是什么样的位置。你心里装满了我，所以放心，在我心目中挺好的呀，挺好的吗？又善良又有上进心，嗯，对，然后跟你在一块儿也挺开心的呀。我问你有没有一点喜欢我？那不是代表喜欢吗？我不喜欢我，为什么天天我们忙完工作就在一块儿了？那就是喜欢。你看，干嘛？你躲啥？那就是喜欢呗。初恋了吗？我有，你有吗？你抓的那一瞬间把我吓到了，有点电的感觉，但是应该不是爱的感觉吧？喜欢不是爱呀，喜欢是爱吗？喜欢是爱，是不是？喜欢是爱吗？喜欢到爱会是有一个过程的，只要你心里能够有我，只要你心里有一点喜欢我，那证明我有希望，我有戏，知道吧？所以。安全距离我当然知道，但是今天呢来到这里其实就是想说一句，等到我真正做好准备的那一天，这里就是我向你表白的地方。不知道怎么回答。没有咋回事，这个地方喜欢以后就是我向你表白的地方。我告诉你，这一段这个路不会太久。喜欢呢，这里我以后没空就会来这里放松一下。好的，忙完工作、嗯、是不是、啊、嗯，很安静哇，吹吹海风、嗯、生活就要这样子，是不是？你难道不怕我今天过来就是骗你钱的吗？什么？骗我钱啊？咱们认识16年，那你就再骗我16年。今天有个重要的事需要柳柳帮我决定，约他见个面。按你的意思办就好了。哎呦，按你的意思办就好了哈。那明天见吗？明天我们见面聊好吧。给谁打电话呢、啊、还见面聊。好好，拜拜。你给谁打电话呢？帅哥呢？你看你一个电话来的话，我直接赶紧给挂了、哎、人家吓得帅哥都吓到。不是，你当我面给帅哥打电话啥意思啊？我跟你讲啊，叶小子、我要嫁不出去了，你要飞锅。好不容易约会聊个天，电话还是电话约会聊个天。我就不信是帅哥，你给我看一眼。你都不敢给我看，你说啥呢？说工作问题呢？今天怎么把我约到这里来呀、啊？那边有个小树林了，方便。现在开啥玩笑呢？还是有小树林了，这高楼大厦的，咱就说是你事儿吧。跟你说正经话啊、嗯，我现在不是做了一份事儿吗？嗯，有一份工作吗？但是我想着趁自己年轻，再逼自己一把。然后前段时间别人不是给我介绍一个互联网项目吗？嗯，我有点就是想投一下。
可是这两年的话，经济不稳定的，我是需谨慎的。我跟你讲，对啊，所以我今天叫你来呀、啊。你毕竟做过十几年的线下生意嘛，经验比我丰富嘛，你就今天就当一下我的军师。等会儿我约好了别人，你去帮我整盘看一下，这个事情可不可以做？嗯，可以，多尝试一下也比较好，但是一定要选准行业。对你，你如果说可以做，我就明天就投了。我们一会儿先看来。走吧，走吧，上去吧。他们约好了是不是？对对对对，好，就是楼上。这样的温柔你要不要？其实你爱我像谁，扮演什么角色我都会，快不快乐我无所谓，为了你开心我忘记了。来，今天辛苦了，喝点东西。谢谢。刚刚替我聊了那么久，怎么样，你感觉这个事情的可实行性强不强？可以，首先他这两个人我跟他沟通当中的话觉得挺靠谱。嗯，然后的话这个事情没什么风险。哦，对，没什么风险，投资也不太大嘛，是吧？可以做，给自己一次机会，我相信你啊，你能有这个上进的心我也挺开心的，因为那个广州塔三天我等着呢。不过刚刚你帮我谈的那个时候那种散发出来的魅力啊，深深的吸引了我。加油啊，我看好你啊。行，我自己深思熟虑一下，我明天就要准备着手开始准备了。什么还深思熟虑啊，你干嘛呢？不是应该很开心吗？我是很开心的。我对这个事情都很有信心、啊、以我的经验来说。嗯。咋精精神还感觉提不上去，怎么回事啊？没有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想多了想多了。是不是有什么困难呢、啊？没有什么困难，真没有什么困难。这投资不高，我明天自己就那个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你要干嘛。你能够踏出这一步，我真的开心。你别给我转，我不是说今天问你借钱的。赶紧啊！这件事情上面的话啊，刀哥，你这是干嘛？你能踏出这一步，我真的很欣慰啊！赶紧收了。我不收。哎，咋回事啊？这是这。你抄手机干嘛？不是，这个就当做我对你的投资啊！我自己做生意，让你投资干嘛？我很看好你的哦，李小哥。你难道不怕我今天过来就是骗你钱的吗？什么？骗我钱？啊？咱们认识16年了，那你就再骗我16年吧。不用，我自己有钱，我这个啥呀？转给你。这个就当做我对你的投资，我入股好不好？我入股的。你对我投资入股？我很看好这个项目，我更加看。看中你，你是看中我还是看中项目？我相信你是个潜力股，看中你。哦，那这句话没毛病。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啊。那我算你一份股。加油。加油。加油。越来越好啊。嗯。我已经无能为力，无法抗拒，无路可退。